五月份是充满着感恩的月份，欢迎湖北大城上港校友会为着弘扬校道的精神，已经连续14年举办这大校奖。今年除了有大城上港校内两位同学，也阁有16位县内各高中的学生来得奖，总共18位学生接受表扬。透过这颁奖的仪式，鼓励这些学生，场面是相当的温暖。湖北大城上港校友会今年第14年举办大校奖颁奖表扬活动，总共有18位同学来得奖，其中2位是大城上港校内的学生，由校方人员以及各界校友共同颁发奖金、奖品以及奖状，鼓励学生优秀的表现。那我们的校友刚好因为他们的杰出啊，所以他们也希望说做一个善的循环。今天也有一些我们国中的妈妈啊，或是阿公阿嬷也有过来。所以我们希望说借由我们这个大家的小小的力量，也让我们孝顺的整个这个品德教育也可以善的循环下去。本次有2位大城三公的同学，以及有宜宁县32所学校每校推班一个同学出来表扬，总共我们录取了16位同学。这一次的活动，每个同学可以荣获10000块的奖助学金。每一位得奖的同学都有辛苦的家庭背景，或者是感动的故事，参照是大城上港的李同学，会到三工照顾中风的爸爸，家己也阁会出外来趁钱，到三工分担经济。白沙国中吴同学甲伊的哥哥，自细汉就无爸爸妈妈，由阿公阿妈饲养大汉。两个兄弟仔会到三工照顾厝内破病亲人，而且阿妈因为破病来过身，留下已经真济岁阿公。吴同学真想要亲嘴甲阿妈讲，伊得奖啊！阿爸会更加友好阿公。我爸爸中风之后，我就出外打工，然后我们家里大部分经济来源是补助款啊，就大家讲家里有需要用到的钱啊，就拿出来用这样子。阿公已经61岁，然后有3高，然后照顾我和哥哥，然后偶尔还要去照顾那个阿伯。阿妈，我拿到大校奖，我会给阿公，然后也会存起来。大城上港李同学甲妈妈做伙生活，有闲的时间会对着厝内人做伙来从事喷农药的工作。得到奖，伊特别非常感谢妈妈。讲到未来，伊希望会当从事甲服装相关的工作。在国小6年级的时候，爸妈就离婚了，然后就跟着妈�妈在国中时候3年一起生活，然后高一的时候才搬回来云林这里跟外婆一起住。然后高一的时候就一起跟外婆工作啊，一起喷农药之类的，蛮谢谢我妈妈的，把我养到那么大。在学期间呢，已经毕业10几年了，然后在这个社会上因为学校当时的一些帮助，让我们在社会上很快的融入社会。表扬的会场，有的同学是对着老师来领奖，有的是跟阿公阿嬷，或者是其他亲人来到现场，场面是非常的感动。希望借着颁奖的活动，让爱和孝心继续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。记者陈贵祖采访报道。